过去数十年来，青海不祥书在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进行足侪场的开始。1993年闪七过了后，伊第时间住伫赖伊道场，迄时正是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全省真侪同修斗阵做伙，甲师傅共度快乐的时间。在快乐佳节的气氛中，师傅为大家读了《开悟明书卡比尔》一首启发人心的诗作《想念上帝的名字》。现在我邀请你同齐欣赏这场尊勇开始的第一集《想念上帝的名字》。青海不祥书，1993年1月31日，在台湾，也就是福尔摩沙赖伊道场所讲。坐到前面来一点呢、啊。这旁边晒太阳的。那个晒太阳的，他坐这里呀、啊。哎。不会啦，不会看不到啦。这个会晒到太阳的，坐在这边比较凉快。看不到，现在看了，哎呀，有什么了不起嘛？也是这个样而已啊。即使有换衣服，不过人也是这样子啊，人都没换呢，差不多了。为了你们做那么漂亮，哎，很礼貌哈。客人来都要这样子啊，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很好客嘛哈。好了，我进去了。怎么带花带这个样子？人家送的，这师傅梳那个那篮子哈、哦、啊，送给那个外宾啊，还有送啊，这样子啊，对对，那个你又不是外宾，你怎么拿花？我拿我拿，这个头发好漂亮，真的随便啦，它比较长了，我就把它弄到后面，然后刚好留点点尾巴，这样我把它折起来这样来。这么厉害，又没什么了不起啊，你也可以这样做啊。就刚好就这个长度没办法再做别的，把它都弄到后面，我讨厌那个飞在前面嘛，然后把它全部都控制好这样子而已啊。这样漂亮了，这样漂亮啊，对，哎呀，谢谢啊。就什么你们都说漂亮，没办法。这个是准备给贵宾是吗？哎，有时候这样子，所以我们修行的人不能懈怠，哎，知道哈？嗯，有时候那天刚好那个上帝要来看我们呢，结果我们都不在了，那怎么办呢？是每天还要努力。世界的人他们做生意啊，很辛苦，很努力，你们知道哈？为了做生意啊。多远啊都可以跑，是不是？是。冬天夏天冷啊热啊，怎么不方便啊，都要跑，是不是？所以他们那些人才很发达了，发财了。听说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商人，他以前是给人家黄油精啊，对，我知道了，行了啊，不管是他是什么人啊，不管那个的名字不重要了，他那个歌星啊，他那个才华才重要呢。意思说他以前给人家那个送米有没有？哎呀，啊，人家都很喜欢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准时啊，是不是？而且他有记录起来，是什么家，他什么时候送米的，是不是？他就算差不多，
差不多今天就米快没有了，还就回自动送过来。有的时候人家忘记叫啊，我是叫不到他等等，他就到处跑嘛。然后送过来又就把那个旧的米啊先放在旁边，新的米放下去，旧米放上来，这样人家那个旧先用啊，就不会发霉啊，不会生虫啊等等。他为什么生意好越来越好呢？因为他有良心啊，他做生意很认真啊，是不是？那我们如果修行打坐的人啊，比他不认真的话，那太可惜了。我们不能说我们爱上帝啊，是不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有道心啊，道心怎么比那个送稻米的还要小呢？这个道心就是倒过来的了。嘿，所以辩非师父对你们要求什么严格啦，师父就告诉你们啊，要做什么成功啊，要认真啊。世界的人啊，他做生意而已，为了要赚钱而已，为了要养活自己这个无常的生活，和他所谓的无常的可爱的业障，他还那么努力。那我们为了救自己永恒解脱，我们为了送自己到永恒快乐的那个满足那个自在的地方，而且救我们自己五六七八代的超生，我们不能懈怠啊，是吗？是。而且这种生意啊，我们用不完啊，是吗？哎呀，我们现世也可以受到福报，而生活又很跟越来越舒服，然后智慧越来越啊开，哎，然后我们做什么都顺啊，那我们这个生意啊，比世界的生意还要重要。是不是？哎，那师父就提醒你们而已，用种种的方法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真正的要那种快乐的境界的话，自己是要努力的。有时候师父用很多比喻啊，很多故事啊，还有很多啊怎么样优化的话啦，甜化的啦啊，叫你们修行。哎啊，你们有所不听嘛？啊，师父就用别的比较不愉快的方法，就是因为怕你们呢、忘记自己的所要求的东西呀、忘记自己要做生意的那种精神呐、是不是？哎呀，我们每天在外面工作啊，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为了赚多少钱呐、为了养活无常的身体、和几个小孩子而已。没有多少个太太 然后一个太太不是一个小孩两三个太太 no, 一个太太两三个小孩子啊，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最小，不然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有一些家庭啊夫妻都一起工作，是不是？哎，还忙不过来耶，因为小孩子要跟人家一样的富有，又跟人家一样的有东西，所以父母要辛苦一点，给他们小孩子比较舒服的生活。不输给谁呢？不输给隔壁呢？这样子啊，隔壁的小孩有什么，我们小孩也应该有什么，这样子。所以父母很努力赚钱呢、然后终于我们还得到什么呢？没有啊，还是割韭割的 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黑白那个两位神来啊，我们就躺在那边给人家煎鼻子走，然后什么用功什么财产什么漂亮美容什么辉煌的衣服什么最流行的车都留在这里啊，是吗？而且那种东西过了一阵子也会没了没了，我们努力整个辈子也是这样而已，是不是？哎，不像我们修行观音法门的，我们越修越有，我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了，是不是？受洗很多福报啊，生活越来越舒服，不是因为我们贪求福报了，就是我们自然这样有嘛，我们不能说没有啊，是不是？然后我们灾难什么都会好啊，那病也会减少啊，没有啊，做生意越来越好，然后那个头脑越来越精良越聪明，那又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可以带走，全部都是我们的。哎，
还有我们在这边是用一点点而已，一点点我们的福报，可以说一分之一的我们福报可以用在这个世界而已，然后别的全部都还是在那边等我们呢。等我们离开这个肉体的以后，我们可以享受那种不是物质方面那种福报，所以这种生意才是真正的要投资啊。有时候各位打坐就看到啊，自己本人啊，去玩这某某光亮的境界，那种不可想象的漂亮的世界啊，我们无比用语言形容的，那我们只能偶尔走一次而已，已经那么快乐好几天了，有时候快乐几个月啊，那看你入定多深了、啊、你就快乐多久，这样是不是？有时候一打坐起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而已，哇，快乐好几天，是吗？是。那种不是身体快乐呢，身体也有快乐，不过那种精神啊，好像任何痛苦都惹不上我们那种，是不是？是。那个还是一点点而已，那种福报啊，那种享受快乐只有一点点，一分之一，不是百万亿分之一啊。然后你们能不能想象神下来的等待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如何？所以这种生意啊，世界的人不做是我觉得太可惜啊。拼命的就，而且我们打坐每天两个半小时而已，恐怕不到哎。如果算到那个打瞌睡的时候，恐怕没多少。是吗？啊，你们回去工作很忙，回去洗一个澡，刷牙洗脸吃饭，然后再来共修。那、啊、共修就进来亮来亮去，报名都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进去坐就累了嘛，啊，先休息一下再说了。就在那边先放松了，然后如果想打瞌睡的话也没人挡啊，顺便休息啊。哎，休息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就醒过来，哎，还没打坐，哎呀，赶快。赶快集中在某某地方就好了。管他什么地方嘛，集中就好了。连智慧眼也不知道在哪里，忘记了。睡觉太深起来啊，智慧眼也找不到了，管他了，其中就好了，丹田也好了。哎，现在刚好饿了，这没有吃东西，这其中丹田也不错了。嗯，然后在那边听自己肚子的声音。啊，还好那个化圣师傅他看到你们这么匆忙啊。哎。世界那么忙忙碌碌，就帮忙拉一拉啊，拉一拉就半个小时以内要去玩很多世界，看很多光亮，看很多境界，看很多宇宙的人物啊，就回来就可以讲大话了。哎呀，哦，有体验呢、啊，哦，等级也不错啊，哦，坐半小时就可以看到很多了。这是事实上佛菩萨帮我们忙啊，不然我们打坐多少嘛，是不是？整天忙了世界八个小时十个小时，还有回去忙我们的家庭亲戚朋友的事，那我们头脑哪里能够集中那么快啊，是吗？是。哎，如果不真正的有那种内在的明示的力量帮我们拉一拉，我们还是游泳在世界的烦恼里面了，回家还会一样，去共修还好一点，是吗？因为我们头脑是像猿猴一样嘛，他专门模仿的，所以他看大家都坐清静，他也不好意思了。偶尔瞪眼睛看看有没有人动，没有动，他也不动。没人理他，没人跟他讲话，他不好意思，要再静静坐下去。啊，等一下坐一坐，静一静，就没事该也会入定。就是说狗打呵欠啊，偶然碰到苍蝇，这样就是我们的打呵欠的法门。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说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我们修观音法门的同修都八万四千都有。是吗？打瞌睡的法门，然后躺的入定的法门，站的入定的法门，因为站了他也会睡耶。
你们有时候看到我们那个水圣的护法在那边好像同意什么东西那个他在想什么同意的那个那就是他修入睡法门的Yeah.